阿姨，我是真心喜欢曲墨，我想和他在一起。茉莉，自从这南哥遇到皮可欣之后啊，一天天的越来越心不在焉，这刮刀竟然都放甜心了。你懂什么？这暗恋中的男人啊，智商都是为负的。是吗？嗯。那我明天得好好跟他聊聊了。怎么样，收拾完了吗？早点回家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出来一下。啊？出来出来。干嘛呀？神神秘秘的。手张开。啊？手张开。啊？给你量一下。之前不是答应你们要给你们做工服吗？这不马上就去评选了吗？我得赶紧给你们做出来。他们都量完了，白天都已经量完了，就你最忙，一直逮不着你人，转过去。小心点儿。不好意思。没想到你还记着，我以为你都忘了。我当然记得了。拜托，我曲墨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吗？转过去。就是我胸围练挺好的，我差不多也量完了，我就先走吧，先走。喂，瑶瑶。曲墨，我去外地拍平面，今天不回去了，明天回去。啊，你去吧，注意安全啊。我钥匙拿错了，你的钥匙在我这儿。你拿我钥匙干什么呀？那我今天晚上回去怎么办呀？那要不今晚你在外面住一晚吧。啊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挂了。怎么了？瑶瑶把我钥匙给拿走了。那你今天晚上睡哪儿啊？这有沙发，我就在这将就一晚上吧。那我陪你吧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是怕你一个人睡店里，我不放心。嗨，我可是出了名的曲大胆好吗？这坏人看见我，那也得绕路走。不要担心。好，那我就不管了。反正我们店对面就是陵园。陵园怕什么？陵园。哎，高子怡，你等等我，高子怡。高子怡，你睡了吗？没有啊。谢谢你啊，害得你大晚上有家都不能回。没关系啊，要不然你一个人在店里我也不放心。哦，对了，你姐她找过我。我姐？妍希慧啊？对。她找你干嘛呀？她让我劝你回家。又来，他这一天到晚的没别的事儿是吗？就会盯着我。原来你真的是个富二代啊，还是富高集团的大少爷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个继承家产的工具，除此之外，做什么都是不行的。上去都是这么演。哦，所以你不愿意回家？子怡，哪有什么家呀？自从我妈去世之后，
我爸就给我送出国读书了。这么长时间，他从来都没有看过，每次都是我姐来看我，还都是出差的时候顺便路过。我的学校，我的专业，都是他给我定的。他从来都没有问过我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。每次放假回家的时候，我想坐下来跟他聊聊，可他做不到一分钟就走了。在他眼里，谈心这种事儿就是浪费时间。也能理解吗？那么大的一个公司，叔叔他肯定很忙吧？他谁能理解我呢？这么长时间，我是想明白了，不能奢求他们的理解，但我也绝对不能活得像个傀儡。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开始研究甜品，我想做我喜欢的事儿，就算他们停了我的生活费，但我靠自己不也活得挺好的。我最开始想要做服装设计师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没有人支持我，但我就不服了，我偏要做出一番成绩给他们看，瞧不起谁呢？对，所以这次五星评选我一定要拿下来，让他们看看瞧不起谁呢。对，高子夜加油。加油，茉莉。晚安。你为什么不回家？你为什么不回家？为什么不回家？啊？说实话，为什么不回家？南哥，你来了，早。南哥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买面包。店里有啊。买牛奶。店里有。我上厕所行不行？店里也有啊。哎，别管我，你让我走行不行啊？太尴尬了。哎呀，恭喜你们成为了枝江市五星餐厅。耶、yeah! 好好啊，毛毛可不能归你哦。啊，给老师。年轻人不错，要加油哦。老师您慢走。姐，有时间常来啊！哎，拜拜，毛毛。少吃甜的。姐、啊，你之前不是说，如果我们过了评选的话，你就给我们读书成绩可别休假三天。耶！停停停！你们想好去哪儿告诉我啊？姐，去国外。啥呀？国外？原来那么早就出现的人，竟然这么重要。幸运，真是无心插柳。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高，姐，我也有一个地方。
多么秀丽的好风景啊，真好看。美，哇，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。高迪，谈过恋爱吗？说实话，没有。那姐给你介绍一个。不用了，姐。等谁呢？达尼，是吧？我就说嘛，来找你了，我见过的，挺漂亮的。我还是去看南哥抓鱼了。哎，你回来拿点鸡翅。我看到这个挽起的裤脚，让我想起了工装裤。工装裤它最开始不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工作需要而设计的吗？而这种挽起的裤脚最常出现的是插秧的农民、海边的渔夫他们身上。现在不是流行七分裤吗？我觉得这两个是不是可以结合在一起？想法很好，结合这些元素，我想可以是这样。对，这样就很好看啊。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再加上一个装饰用的麻绳，这样。很好，很好。谁呀？说自己的手腕又疼，看着鱼就恶心来了啊！闺女跟小娇子能一样吗？爸，哎，哎呀，没事我就来。鼻子姐，快端上去吧。哎，爸，鱼。哎哎，鱼。你看啊啊，真香。姐，我那真香啊！正宗土家菜，还有爸的独门手艺在一起，是吗？哎，你干嘛用手啊？太好吃了。不是偷吃。叔叔做饭这么好吃，以后开饭店记得带我一个。想得美。来了。哇，红烧清江鱼，家常菜，随便啊。哎，阿姨，我逮的那只蛙呢？青蛙呀、啊？是益虫给放了。我还以为是牛蛙呢。爸妈，我来正式的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宫崎先生，他是日本有名的设计师。你们好，请多关照。你好。这位是丸子姐，她现在是五星认证餐厅的主理人。主理人是啥？就是老板的意思。主理人听着洋气点。这一位是皮可欣，之前是我同事，现在是我很好的闺蜜。叔叔阿姨好。你好。这位是木南之，五星认证西点料理师。哎，这个工作听着高级。其实就是做蛋糕的。二姑，怎么老开台？这位是高子毅。啊，认识。叔叔好，阿姨好。你认识？就是上次去车站接我的那个。啊，是你呀、啊，小伙长得挺精神啊，还送外卖呢。不怎么送了。哎，你骑车那速度最好别送了，不然的话客人都得饿得投诉你。我听说了。来，感谢大家对茉莉的照顾，以后没事就来玩，我和她妈妈随时欢迎你们啊。好，来干杯叔叔阿姨。
这姑娘怎么样？啊，曲墨，挺好的。在我们立本有一句谚语：“男人是用眼睛去爱的。”在你看曲墨的时候，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了爱情。宫崎先生，那您觉得我跟曲墨合适吗？曲墨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，要是我年轻30岁，我也会喜欢她，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向她表白。可我好像还没准备好。哎。人的一生都在准备着，勇敢的去爱吧，即使失败了，也总比没有爱过要好。那你要这么说大男的话，我认为你们家子毅不也是这样吗？高子毅他不是这样。什么什么就我们家的了？你这恨什么恨？本来就不是嘛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当时是谁呀、啊，天天有事没事来送甜品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在店里陪你睡了一夜，也不知道是谁陪你去了2次医院，真是司马昭之心。哎呀，你不要自己乱猜了，有吗？那我问你，茉莉，为什么你给我们测量尺寸的时候都是在白天，给子怡是在晚上？哎啊，还故意说。钥匙给人拿走了。我钥匙真的给瑶瑶拿走了，我没有瞎说。你是不是对子怡有意思？你直说吧，茉莉。哎呀，我不跟你们说了，我睡觉。哎呀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那个姐姐和那个身材又好又有钱的女性朋友，咱们可都是见过的，名还特别洋气，叫什么来着？安妮。安妮，你说子怡身边都是这种等级的白富美，茉莉。你可得长点心哦。那白富美这种事情又不是我努力就能得来的嘛，她也是真的比我好。曲墨，在我们心里你比他们都可爱。真的？真的？哎呀，哎，不是不是、啊、姐，但是话说回来啊，曲墨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。说说，就比如说，他个子特别矮，个头又很大，整个人都非常像一个豆芽菜。你在后面就不用说了，棒棒糖，棒棒糖。曲墨没来，失魂落魄了。哼，哎，知道曲墨今天干嘛去了？他不是跟阿姨去走亲戚了吗？走亲戚？哎呀，这门亲戚让他走成了，下一步就该成亲了。啊啊！什么啊呀？你看你这傻，什么都不知道呢？他今天相亲去了。你也是被逼着来的，一样。他俩呀，如果处好了，明年国庆咱就把婚事办了。我去你的！不是不是，你想干嘛呀？你想动手是不是？动手扯不是我就动手了。你什么玩意儿？我出来见你，我就浪费时间。我你浪费时间吧！我哎，你怎么骂人了？我当儿了吗？没事吧？怎么你就他这样还出来相亲，我都替你脸红。马萨，赶紧走吧，马。你看他说什么话？打我了！我就答应走了。这样这样，咱们下次再说，下次再聊。来，走走走走。那个什么玩意儿？你走，下次再聊。不好意思啊，走走走。茉莉呀，走，赶快走。出来相个亲，怎么还吵起来了呢？你不知道，就是个渣男。渣男？我看挺。赶快走，赶快。
等于快走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么让人操心，怎么还动起手来了？谁让你骗我的？那我不骗你，你能去吗？每次说实话的时候。我本来就不想去。你不想去，我想去啊！你要是有人陪，我用给你找对象吗？阿姨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你啊，我怎么了？我带回朋友都不都陪着我呢吗？朋友一样吗？朋友能陪你过一辈子吗？怎么不能陪我过一辈子了？我一个人怎么了？有朋友不行吗？你现在一个人，我和你爸多操心啊！啊，这次是怪我，他脾气太暴了。等下回我给你找个好的。没有下回了，下回再这样我不回家了。啊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这事儿我虽然不管了，但你要记住啊，做什么事情不能让自己后悔。外卖少点点，对身体不好。放心吧，阿姨，我看着你。什么好吃的？好，想吃什么你就自己做。谢谢妈，你吃好了。你跟我爸在家也要多注意身体啊，别让他乱吃药。走吧，走吧，啊，那走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慢点啊，姐，谢谢阿姨。哎，你们路上注意点啊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啊。加油啊！走吧走吧啊！路上小心啊！拜拜，拜拜！哎，走好啊！拜拜！你跟我妈下什么迷魂汤了？她对你像成那样，可能我天生招阿姨喜欢吧。你招阿姨喜？真的？真的？你没骗我啊？阿姨，我是真心喜欢曲墨，我想和他在一起。那你们为什么现在还没在一起？我还没准备好怎么跟他表白呢。你这小伙子看着挺老实的，你该不会为了我女儿诓骗我？我可不吃这一套。阿姨，这种事我怎么可能骗你啊？你拿什么来证明啊？我从现在就开始准备，您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跟他表白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加油！妈，加油！曲墨，我喜欢你。曲墨，我喜欢你。曲墨，我喜欢你。One more time。曲墨，我喜欢你。你带点感情啊！啊，不是，我说我喜欢你了，这是这么容易的事吗？这么容易你找我来干嘛？啊 ，one more time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，你要深情的注视对方眼睛啊，含情脉脉的说出这个话。来，你看我啊，我喜欢你，看这眼神啊。要迷离的啊，这个微表情记住啊，像照镜子一样。来，慢慢的，来，哎，我这不行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说高子毅啊，我堂堂一个王者啊，指导你这个小青铜，你不知道珍惜呀 啊你想不想追人曲墨了？啊，南哥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但说无妨。你之前表白都成功了吗？
我只能告诉你，没失败过。One more time.